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瑞的频道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速刷龙科之日的队伍。那我本身之前是用这一队来速刷，也是 Cherry 当双队长，然后一定要搭上的是这一只司马懿。不过我发现到这一只好像很多人都没有，好像是一个蛮久之前的卡片，所以最近来推荐大家一队更快更无脑的队伍，也就是我们的大图灵队啦。那当然图灵的话，只要双队长是图灵就好了。其实中间剩下任何一个机械族、高血量的成员都可以。那这个只是示意图，就是对，大家可以自己做更换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实际速刷一次，给大家看到底有多快吧。那这队估计可以到一分钟之内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本周呢，除了今天之外，在六日也有我们的三星龙科的加倍，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刷龙科的话，就要把握这个礼拜去速刷咯。好，那这一次总共开放三天。那如果大家不知道那个龙科怎么合的话，在我的主频道有一个影片是可以供大家去参考的。那部影片有完整的教学怎么样合龙科、挑龙科，除了你想知道龙科知识，都在我的那部影片都有说了，所以欢迎搜寻一下 ，Google 一下阿红龙科，其实基本上就找得到了。对，好了，那你可以发现到这一对就是无脑一康到王冠。皇冠也只要无脑两康就可以过了，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用这样子的队伍去通关。如果没有图灵的话，其实有非常多队伍可以通关了，像是网络上有像是八龙四防龙，反正就是有很多队伍可以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。但我觉得这一队图灵是最无脑的，所以就趁这个时候刚好又重新有这个活动，再次的来为大家做介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速刷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点九八小铃铛，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同时 OK，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